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41岁港星谢安琪 K 以仇人节喜帖街独家村文作乐坛天后地位。2007年闪嫁歌手张继聪，两人育有一对儿女，近来被儿子当身子工厂，他21日对外宣布封度。据港媒报道，谢安琪21日在尖沙咀出席活动，回忆过去当全职妈妈期间，生活过得相当轻松，和儿女感情变得更好。被问到是否意有生第三胎，她觉得有两名儿女已足够，家现属高龄产妇，很难再追生。谢安琪自曝10岁儿子张瞻期望他变成生宝宝工厂，他很喜欢小朋友，不知道照顾宝宝过程有多艰难，老公体谅我，觉得已经足够，所以 K 工厂宣布荣休，光荣结业。他认为41岁是人生下半场的开始，未来会将重心放在事业上。谢安琪又和张继聪结婚11年，育有一子一女。翻摄自脸书，谢安琪又时常分享育儿点滴。翻摄自脸书，谢安琪21日出席活动宣布封度。翻摄自微博。